星星，你的梦我总忍不住陪伴追究，在生命的旅途中我想随你赶紧预购。爱我没有你我变得好贫穷，在人世中少你左右，我想我连什么家具也没有。爱我因为你我变得好富有，在你怀中被爱占有，那种满足是一切都比不过。舒骏老师，有一点蓝调的味道的小小的收尾，这点是一个很大的突破。非常好，被你的歌声感动了。之前的几场比赛呢，我都会觉得你略略有一点像萧亚轩那个声音的味道。那么我对你的感官是因为你在上一次的比赛之后，你唱了一首你自己唱片里的歌。我自己的歌。我觉得你非常不一样了。今天的这首歌，我觉得你是延续了你自己的风格了，所以非常好，很好听。好。这一轮你们要怎样的评判？起评分是六分，一真如果能够拿到六分，暂时安全。宇哥，我的意见是，这首歌要唱的中规中矩已经很难了，所以我加一分。加一分，七分。校长，加一分，八分。大南，你的意见？九分，舒骏，不加分，不加不减，小松，不加分，不加不减，九分。那梁一真也是暂时安全，进入下一轮，加油。